开钢圈就会死。1分钟计时开始。我不想脑袋分家呀。啊，钥匙在那儿，我去拿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钢丝是连在一起的，一个人往前就会拉着另一个人往后，体型慢慢向前走。停下，就差一点。看来死神早就算好了距离，如果一个人拿到钥匙，另一个人就会被拉进闸道。那怎么办？还剩30秒了。有什么办法能够隔空拿到钥匙？这里什么都没有。十九，你去拿钥匙，不往后退。太感人了，他竟然愿意牺牲自己来救你，快去拿钥匙啊！不可能，小布，把衣服脱下来。好、哦，好，干什么？这个桌子并不是固定的，虽然我们过不去，但可以把桌子拉过来。太好了、哦，那是什么？毒气，吸一点就会立刻死亡。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这里有机关。出口在那边啊，怎么又关上了？啊，这门只能打开一瞬间。可恶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找东西压住机关也不行，只能一个人按下机关，另一个人在门打开的瞬间出去，又是只能会一个人。快憋不住了！机关和门相隔这么远，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在按下右边机关的同时，从左边的门出去？这个房间内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空书架。书架，有办法了！把这些书架做成多米诺骨牌，让他们倒下时产生连锁反应，这样就能让我们在机关按下去的瞬间从出口出去。走。